What is that? What the fuck is that? Bitch.大家好，我是田。影片开始前有些话想说，有人可能会认为啊，你不是很讨厌招潮，爱怎么玩分摇又做他的影片啊，对，先声明，我讨厌招潮没错，是因为各种我认为不合理以及他这船定位的关系，像是猴子都能驾轻就熟的20公里雷，跟仗着射程长就龟缩在后面当傻雷 bot 这种莫名其妙的人，还有抢伤害等问题，这种种的原因才导致我讨厌这艘船。而分洋虫根本上与招潮就是不同的船，我也没要讨厌其他的杨元吉跟范雅巨舰啊。扒着同样是深水雷收嘴的人，我认为你们根本不具备沟通的最低要求，就是带脑子说话。谢谢。